不能再拖了。怎么不在广州干呢？做衣服没前途。胡景山煤矿承包给胜利的时候说好了每年都有份工。瞧瞧地方，你不跟我说，到时候你跟中纪委人说。搜到过你两笔钱，一共4-3万。那都怼了啥？我不要你的钱。截至目前，事故已经造成35人遇难。你是叫小玉吧？我是叫你老婆。晚上客人多吗？不好说，凌晨1点一波。你能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说村里的经济问题？我再不是挂在肩膊里了，还没得钱啊？我不是小姐，回家找你老婆去。就这样。到就行不行？到就行不行？你们妖怪都怪老天爷，有啥子想不通都去问他。